哦，车子真的收得很干净呢。对啊，已经做好卖车的决心了。没错。对啊。嘿嘿 ，boy。来，兄弟们，抖音的朋友介绍他朋友过来，雇一台马自达休旅车，红色的，看一下。新车买好了。新车买好了。买好了。所以今天价格讲好，随时可以卖。就东西都准备好，都已经收好了、啊。我、哦、今天就是来交车的。然后我都开两台了。处理得很妥当。都开两台来，就是要开台回去的。感受到，感受到，果然还是你靠谱，不错不错。2016年10月、啊，是哪一个等级的？顶规的。顶级的，有天窗的。嗯，所以外面价钱已经有问好了。大概问几间啊？啊，对啊。然后有另外加装倒车行李的。啊。就是一开始原厂的。然后有加那个安卓系统。嗯、啊。那原本的那个车上的。原车载还在啊。对。另外加装安卓是为了导航。家里承保多少？8万多，快9万，8万多，2016年8万多，从哪边来的？新竹啊，新竹下班就杀上来了，下班了、啊，同事对不对？同事啊，同事同事啊、嗯，那我看一下车哈，啊，新竹的车都没撞过了哈，没有，没出过保险，烤漆都没有，技术那么好，开得很小心、啊，开得很小心，好，89000多，快9万，那是有天窗吗？有 IP。哦，车子真的收得很干净呢。对啊，已经做好卖车的决心了。没错。对啊。新车都订好了、啊。已经到了吧？还没，欸、还没，还没，快到了。对啊。怎么样？车子漂亮？车子好开吗？好开啊！我也可以绕一圈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一起去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代表，代表，今日代表。没错。我每次开他的车，进都进不来，脚太长。我们感情不错呢，其实不错啊，十几年了，没有，就是同事。那你太太怎么没有来？还没下班，还没下班。对啊，有 Sport 模式，嗯，他应该很少用，很少用、啊，几乎是没有在用。对啊，欢乐的买卖本来就应该简单一点，啊、开心。以后的人生就靠你，一年一年应该可以买个12台。真的吗？我感觉啊，另外一次我全部都拉过来了。对。以后生意就靠你了。如果只是来问问就，就会一台车来，然后再说了。对的，对的，感谢感谢。所以他们也是你说了算啊？也没有啊，就是反正价格有到，当然都 OK 啊。OK 啊，对啊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、OK ，还不错。车况 OK 吧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没啥问题。那轮胎去年才换的，你四颗啊？对啊，四颗。四颗一起换，我确认一下价钱。好啊，稍等一下，里面也可以坐。好。啊A few moments later. 哎、欸，哥哥，感觉有点硬嘞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可能一部分是里程吧。哦，对啊，如果说跑个4-5万，应该就有机会。那、啊、你们这样多少？姐姐多少钱可以给我？我觉得40左右。40？我们有问上比较好。没关系啊，看你说个价钱，搞不好我就说 OK。就刚刚讲的价格啊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就是。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，这样啦，6666，加个红包钱。哦，666，这么六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，谢谢，可以吧，感谢感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红哥，里面签约。好，资料都齐了哈，资料都齐，应该是不会赔钱就好了。不会啦，车况那么好，车况不错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16年的马自达 CX3，天窗版的，跑8万多公里，已经买好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哈，私讯我首页连结，然后有什么车要卖，直接联络我们，或是把车开过来，几万块到几百的车都有估，都有收 ，OK， 收了。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